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这儿的村民。今天嘛，我发现村子外的空地又出现了几座雕像。哟，看着有点东西的嘛，就是不知道里边有些啥了呀，先去看看好了。呀，你这小贼，竟然敢闯入我家。切，那又怎么样嘛，我不仅闯进来了，我还得把你给干掉呢。哟，口气不小嘛，你可以试试。哦，试试就试试。嗯，什么情况？蜘蛛侠这怎么不见了呀？那没事了呀，可能是我刚刚眼花了吧，刚刚就没人在这儿，那就好好找找这儿的宝贝好了。就是找到了一把斧头，不过也可以了。不过就是不知道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宝贝了呀。不过这有道铁门哎，干，怎么是些蜘蛛啊？那你们没了呀，我说的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这下搞定了，那就赶紧出去好了，反正也没什么好东西了。嗯，貌似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丢，这个怎么这么大一只蜘蛛啊？那行哦，那你没了呀。我就说了吧。对了，那边还有两个雕像呢，赶紧过去看看。这次就进索尼克这个好了。哟，你别说哈，这里边还挺热闹的嘛。那是当然了，不过吧，你别想打他们的主意哈。哦，那又怎么样了？看，你惹到我了哈。那来嘛，我还能怕了你不成啊？你这多少就有点玩不起了哈，竟然还用上枪了。这下没了吧，搁这叫唤。对了，还有你们，不让我打你们的主意是吧？那行哦，你们也要没了，我说的。这下搞定了，接下来嘛，那当然是来找宝贝了，这有什么好说的嘛？这咋什么都没有啊？那这宝贝会在哪儿呢？咦，那有个保险柜耶，那就来看看好了。哟，我就说嘛，没想到宝贝还真在这里边。这下搜刮完毕了，就赶紧出去好了。溜了溜了溜了。什么意思？刚刚干不掉我，这下就变得这么大了是吧？而且还破坏起村子来了。那行哦，你玩球了，我说的。这也不怎么样嘛，竟然还敢明目张胆的。对了，这一下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雕像了哈，不知道里面的东西都有些啥呀？算了，还是先进去看看好了。我丢，这怎么这么多岩浆啊？不过问题不大，就顺着岩浆上的台阶往那边跳好了。哟，没想到啊，这里边竟然有个房子呢，那就来看看好了。哟，女巨人，哥，我这这么多岩浆，这竟然都让你进来了，那你要完蛋了呀？什么意思？就非得打上一架了是吧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那行哦，来吧。这竟然一剑都扛不住，那没事了呀。算了，还是来找宝贝好了。这下 OK 了，那就赶紧出去好了，毕竟这儿这么多岩浆呢，给我热的呀。但是吧，突然有点担心了哈，假如一不小心失误掉到这岩浆里面了，那可就完球了。不过吧，好在这下出来了，而且吧，这次在这三个雕像里边得到的物资还真是不错哈，那就赶紧回去好了，毕竟还要清点一下这些物资呢。这药剂有什么用啊？哟，没想到啊，这药水竟然让我跑得更快了耶。对了，这还有一瓶药剂呢，也给打上好了。这感觉没什么提升了呀，该不会是这两针药剂一起冲突了吧？看来应该是了。对了，这还有颗手雷呢，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试试好了。我还以为是啥呢，没想到这手雷看着挺结实的，就这么点威力，我可真是服了呀。不过这还有几把工具呢，也去找地方试试好了，毕竟我得试试效果嘛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跑到这几座雕像里边，那不就白忙活了吗？真的是哦。好了，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在下先留为敬，拜拜。